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7日，星期三，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 Voice 节目。就在昨天呢，我刚刚给大家报了一个这个最新的新闻，是关于治疗这个新冠病毒的一个药物的，就是特朗普长期做广告亲自吃的一个药物，叫做这个羟氯喹。这个呢我是读不出来，这些药名都特别长，一般我都不知道怎么发音。但是呢这个药品呢被特朗普从三月份开始，美国这个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就开始这个长期做广告啊，这个坚持做广告，甚至到五月份的时候啊，当这个白宫被曝两个工作人员已经这个感染病毒之后，为了给这个自己打气，特朗普也是对着这个所有这个记者的面啊，就是突然自爆啊，说我就在吃，这效果特好。结果呢，现在刚刚这个一个月呢，就被这个美国食物药品管理局 FDA 给打脸了，是紧急调停，就是说这个呢，尽管我们当初三月底时候批过，拿这个药物作为这个治疗新冠病毒的这个特批药啊，但是当时是非常时期，非常手段。现在呢，这个证据没有这个。证据能够表明这个羟氯喹对治疗这个新冠病毒有效，也就是说它跟这个安慰剂其实吃的是一样的效果，甚至呢它有足够的证明，就是有可能引起比较大的这个副作用，而且有证据表明呢它可能引起这个心脏的这个副作用。但是今天呢就马上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不是羟氯喹，这是另外一种药，这种药叫什么呢，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是叫这个，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读，反正总而言之也是很长。如果我们一 Google 这个话，就可以看出来呀，各个大新闻 ，BBC 啊、纽约时报、福布斯，还有 Axios 福克斯新闻，还有这个 Market Watch 还有这个 Science， 还有 Science 啊，还有这个 CNN， 各大网站呢，全都在过去这十几小时之内呢，大肆报道这个药。那这个药是什么呢？为什么都报道它呢？它其实呢就是非常这个常见的一种药，叫做这个地塞米松。我们知道的地塞米松，它其实是人工合成的这种类固醇，它呢可以治疗多种这个病症，在这儿的 Wikipedia 也给出了这个哪些病症可以就是用于治疗，其中呢也已经加上最新的这个研究成果，就是2019年的这个冠状病毒。那么为什么这个事情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就是这个药物为什么这么受人关注，就是因为呢它其实已经是这个产生了有半个多世纪了，而且呢它也是这个基本药物的清单，是公共卫生体系的必备药物之一，最主要的是它这个价格非常低廉。美国一个月的疗程呢花费低于$25，这个在美国一般比较这个昂贵的这个医疗上啊，这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只有$25。印度早产疗程一次仅需要$0.5，在大多数国家都能够轻易取得。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事情是受到多大关注。WHO 呢都已经开始为它叫好了，我们看福克斯新闻在五小时之前刚刚给出的这个新闻，就是 WHO 的这个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呢都说，这样一个初级的这个医疗实验结果呢，证明这种类固醇呢有可能减少这个新冠病毒引起的这个死亡率，就是对于重呢非常有用，它叫这个叫 Great News， 就是非常好的新闻。而且呢谭德赛还在一个正式的声明中说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新闻，我要向这个英国政府祝贺，向这个 Oxford 就是牛津大学祝贺，还有很多的这个英国的医院还有医生，他们呢为这个能够挽救人们生命的科学上突破做出了贡献。我们都知道呢，根据 BBC 所报道的，有50%的新冠病毒的这个病人呢，如果他需要一个这个呼吸机的话，最终都会死亡，就是死亡率一半。拿上了呼吸机，中了
进了这个重症监护病房啊，一半人都会死。所以，英国首相约翰逊当初也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他呢，是活了过来。而且呢，谭德赛他也说这个呢，是第一个能够治疗并且有效的减少这个死亡率的这个治疗方法，特别是对于这个需要氧气和呼吸机辅助的人说。所以我们可以见这个第三米松呢，它确确实实如果真的就是能够完全被证明对于治疗新冠病毒很有用的话，会大大降低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死亡率。而这个 CNN 呢，它所报道的是什么呢？它的标题就是一个经常常用的一个类固醇能够极大的减少这个死亡率。Preliminary study results suggest， 就是说最初的这个研究结果显示。为什么最初的研究结果呢？就是 CNN 在这个最开始呢也说他们的这个结果呢还是初级阶段，仍然呢是正在这个编辑过程中，而且呢没有被发表，并没有被一个这个peer reviewed journal， 就是同行相互这个评审的一个杂志所这个发表，所以呢这个结果呢还有待进一步的严格的检验。但是有一些人他并没有参与这个研究的呢，称这个结果是一个 breakthrough， 就是一个大的突破。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呢，跟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强推的这个强氯喹不一样，这个地塞米松呢是获得了国际上的公认，起码在他这个新闻刚刚出来的过去这十几个小时呢，基本上是各个官方啊，还有科学家呀、学术界啊，都是非常认可这样的一个结果，而不像这个强氯喹，特朗普是推销了两个月，到最后是自己都赤膊上阵了，说自己也吃，结果呢，仍然是被世界各方所质疑，最终呢，昨天 FDA 都看不下去了，把这个药物给紧急叫停了，所以呢，还是希望呢。这样的一个结果能够最终证实真的对于这个治疗新冠病毒有效，这样的话呢能够少一些人因为新冠病毒死去。好的，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里，非常感谢您收看，如果喜欢的话欢迎您支持订阅频道，我们下视频再见。